姐，你讲，我在找一匹马，你的电话号码。嗯，在找一匹马。怎么？你可以离开好吗？可以，打给我，帮我找一下我手机。电话几号？0931。换成我要的，又换成要到家的。欧洲，那我们今天有一个超级大来宾，那我们欢迎新梅姐。这首歌是24年了，你们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呢，好可怕哦！我听到你们的那个demo 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声音好青春哦，我听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。然后才知道你们平均的年纪，那根本就是你们还没有出生的年纪。我因为我其实对新梅姐的印象呢，是小时候看那个终极一家。对，所以那个熊狗就是我心目中乌拉巴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大粉丝，所以近距离，所以是近距离看到就是熊狗，看到新梅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蛮兴奋，很像妈妈一样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妈妈，就是从电视里面的偶像。然后在那个出来的感觉就是很不可思议。国小的时候我有去学过读心术，真的学过，学了2年。那如果我能猜中你的心中的答案的话，希望新梅姐姐给我电话号码。那你先心中想到一个颜色，我们再1、2、3一起讲出来。如果我猜中，那不好意思，电话可能就要给你交换一下。1、2、3，黑。一模一样。好啊，来。耶、yeah. ！如果你没有觉得太娘的话，我给你。不是号码，是电话。你要干嘛？你直接给我电话。不然什么意思？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讲。我在找一匹马，你的电话号码。嗯。在那边，直走。我的电话已经给哲言了，你去跟他要吧。我在找一匹马，我也在找一匹马。什么？你可以离开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号码给你。新梅姐，我的手机，现在你可以打给我，帮我找一下我的手机。我帮你打，就要找这边。可以有我的电话号码？不用，不用这一支。对呀，电话几号？0934。换成我要，又换成要到家的。对呀，空空力。